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大陆内蒙古地区的吕姊妹。在做完披麻蒙灰四卷书之后呢，我的财务上得到了超自然的供应，就是将我的生活所需充充足足的供应到了，并且将欠债30,000全部还清。除去这些之后呢，我还超自然的得到了10,000。感谢神，真的是超自然的恩典，而且让我也感受到神的恩宠在我身上特别的显明。总是有一些就是认识不久，总是有一些人很乐意的帮助我，因为生活家庭的一些变的住址的变质，我便都搬离到其他地方，一个陌生地方，根本没有认识人，但是就有朋友呢，特别的刚刚认识的就来很热心的帮助到我，而且在治理家的方面，当我治理家里面的所需要的每一件财物、每一件用品的，我真的感受到买的每一件物品都是我心里很心仪的，而且是，物超所值。这是我从前在购物上，实在是，以前是花大价钱，甚至买不到合适的。但这一次是每件物品都让我心里很满意，我感受到这也是一个恩宠，真的在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，看到，特别有，就是不熟悉的人来帮助我的时候，我明显的感受到这是神的祝福，将荣耀归给神，特别感谢秋秋老师和宝林牧师将披麻蒙灰这样的启示带给我，让我在这当中经历神所赐的福，感谢赞美主，愿神祝福大家。